因为莫拉克的风采出现做太水的，冻雪杀伤杀气，虽然讲水都已经退掉了。我面对立体的雾，老充满难过，每一家人在面临心情，真经多么奈何。记者表示，去年风采是已经做太水两百了，没想到今年比去年还难严重。今日也最希望政府解决，将北坎做好，莫当年都会变受灾祸。和董事长太兴利，设想街巡航的节目，对前面看过去好好，不过行业目睹，唔能像底部的砖系六拐卖，屋系我的壁还从下砖拍，因为系老主公留落来个百年住屋，所以讲不赢，懂唔判断。我也是为十成来讲哦，一万家啊，我们十成来讲，在十成地区江家是可以是一个代表的。对，某人家两尊阿妈金饼了，了后就出来呢。俺这个偶尔某人出来去念某某安尼啦，只是一个天饼，伊就看到讲，有咧对东西拢嘛是唔错个，啊，伊对各个咖啡的生意啊，生意上啊。另外吧，泰国铺街其他些人家，唔单止水浸高超过一家人眼高，尤其盐湖个壁嘛，本泰水搭配，天气变好，居民关键尽力加热，怪需要扣个营业嘛，都抢做灾损评估。小姐，你们最会估算的啦，那一堆衣服给我估多少钱呢？没有啦，不是啦，你们就是看对呀、啊，多少对啊？衣服已经丢了好几次了，现在要拼出来，而且里面的还没拼出来，到时候可以要不能用还价。刚刚生气，刚刚要生气啊！一百公分以上一万块啊，一户一万块了，一户一算户啊，不是人头哦、啊。我们一户是三百万的。为当年做下检税，主要是因为泰国铺价好巴低，差不多同屋平高。虽然第三铺长桥基建发包开始做薄，但是行起慢一步。现在已经比河床比我们的房屋还要高了，哦、所以这个不淹水嘛，还那是天方夜谭。做堤防我看了还是没有什么意义。虽然新冠度有动作个关键，但是居民还是要同家人尽力好。因为无论如何，你还是要继续讲。客家新闻李兴龙台中报道。